哎呀，你看这家伙笑的，现在没化妆，没化妆，已经退烧了。刚刚中午的时候摸他的头，就发现没那么烧了，好的这么快呀，宝宝啊，恢复力好快呀。什么脸？你也逗他吗？你也逗他？什么？你也疼他？爸爸。方娟，这个脸看起来又大了些。怎么了？怎么办呢，宝宝？啊？怎么了？昨天晚上痛得哇哇叫，现在又好了？啊？干嘛？看干嘛？现在没有可笑，可笑。那个双下巴都出来了喂。现在我们的爸爸7公斤。7公斤，7.5，05公斤。14斤多。70天。71天。哎呦，我看那个灯，不给他看。宝宝放在这里，你又在看灯。这后个 baby 这个门门并不是不好的。为什么那么喜欢看灯呢？是他们家啊。现在两个月的宝宝了。妈，塞上去。像个什么？像个弥勒佛一样。是不是啊？大耳朵，双下巴。看看你，哎呀，谄媚的笑容，喂了一颗奶，笑得这么甜呢、啊，就是为了吃一颗奶嘛，啊，是不是嘛？就是为了吃一颗奶嘛，啊？为什么看着爸爸不笑，总是看着妈妈笑嘞？哎，啊？来，又是这副表情，啊？你变脸变得好快呀，啊？变脸的绝技已经被你学会了，关你，爸爸。来，现在看着妈妈，看，300种要开始笑了，哦吼。他手势都做出来了呗，他那个手，他都想给你比手势，他说不出来耶。就说傻妈妈，我要吃奶，你都不明白吗？我这么明显的想要吃奶，你都不知道吗？彭振说，嗯。这是我的小爸爸，叮叮叮，这是我的小爸爸，叮叮叮。哎呀，这里干嘛？哎呀，病好了，马上活泼多了喂，今天上午还有点发烧，那我抱着他就是我非要我抱着走，放在床上他就哭，好像很虚弱一样，一病的那个样子。现在退烧了哦，马上这么活泼了。你看着灯，又看着灯，看灯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还不要爸爸说啊？啊，爸爸是为你好，不要看灯。面无表情看着爸爸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的朋友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的朋友在哪里？我的朋友在这里。这是我的朋友。妈妈跟你说话了。这是我的朋友，这是我的爸爸，是不是？这是我的朋友。咚咚咚。这是妈妈的玩具。妈妈对，是不是啊？
小盆盆是妈妈的玩具，是不是？这是爸爸的玩具，不是妈妈的玩具，这是妈妈的朋友，是不是？这是妈妈的朋友。没，宝贝，握个手，握个手，你好，你好。好的，你吃饭呢。好，好 ，OK， 好了，好，握手，你的好紧呢、啊，握手。热脱脱的。不要说这个。OK， 我说这个。小孩子这样子，肉坨坨的好看。是的。是不是爸爸？我抱的他不舒服吗？各种表情包。我抱的他不对的吗？舒服啊，怎么不舒服？我就是有点想吃奶的，你又不给他吃，他有点烦躁了。是不是吧？没有多久。妈妈，臭妈妈，盆盆想喝奶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喝嘞？点过都贵，刚刚喝的，没有多久。把这个当表情，把这个当封面。哇，你的。嗯，我的怎么了？你的什么表情？我的很好看呢。啊？你的什么表情？嗯，你的。别拍我了，别拍我，我又不好看。OK，see you。哎呀，那个家伙总在看灯。小孩子。为什么能看灯呢？小孩子。嗯、为什么？这样的小孩子。我想找一个我。不想找。啊？想说话。嗯。OK 了。小孩子。嗯。这个小的小孩子想看上面上面。嗯，我知道。他眼睛最亮光。别摇。干啥，爸爸？总是拍我干嘛？为什么总是拍我？让你长大了看你一个丑样子。嗯。让你长大了看你小时候照片丑样子。嗯。OK。吃饭去了，吃饭饭喽。嗯。See you。再见。再见。